放声集锦。龙说唱艺术群制作，同心圆发行，长情分报幕。六口人儿，吴兆南、魏龙豪合说。现在啊，找工作还真不好找。哎，人多事儿少，条件苛，是人浮于事。哎，人口简单的呢还好点，这人口一多呀，可真难办。所以现在正提倡这个计划生产。您说这小孩以生几个最好？这还用问吗？啊，一儿一女最好。嗯，哎，这何以见得呢？哎，想当初仓颉造字的时候啊，就表示很明白。怎么呢？一子一女和一个好字吗？哦，对，一儿一女一枝花，多儿多女多冤家。哎，说了半天，您府上，嗨，我那儿呢还称不上府，您就说我们家得了。哎，你们家有几捆子人？啊，有，这有你这么说话的吗？不不，有几口袋人，这像话吗？哎，不对，你们家有多少活着的？这么说他多难听啊。不，你们家有几组啊？啊，不，几吨什么呀？不，几只？嗨，几条？不啊，几匹？你们家要打算怎么样吧？不，他你要打算怎么样吧？不，你们家有几位人呢？啊，嗨，干脆啊，你就问我们家有几口人，这多好啊。对，你们家今天有几口人？干嘛今天呢？如今。对，如今有几大口人？什么叫大口啊？那么几小口人？他也没这么说的呀。哎，那么有几中口人？嘿，这你干嘛老带个零座呢？那客气吗？这想拽拽文吗？嗨，没这么拽文的，您呢也甭客气了，说大白话吧。啊，那你们家连男带女，连老带少，大大小小，归了包堆，一共多少人？哎，对，这真是大白话。这我们家六口人。哦，六口之家可不简单啊，净吃米一天得四五斤呢。啊，得。嗯，都做事吗？如今就我一个人挣钱。哎呦啊，那可不容易啊。嗯，您一个人要维持这六口之家，在外头挣钱受累，交际应酬，回到家里头还得当家主事。嗯，不容易。哦，不不容易。您不了解我的家庭状况，这在外头挣钱受累的是我，交际应酬也是我，回到家里这个当家主事啊，这个可还轮得到我。那是谁呀？我爸爸。哦，老爷子。啊，我父亲啊。他那个眼神还好吧？啊，好，还能看得见自个儿的后脑勺。啊，转轴脖子呀？嗨，看不见，还能啊，看个报章杂志的，用不着戴眼镜就是了。哦，那不容易。要说您家里的六十多口人，您一个人挣钱养家，买东到西，回到家来还得当家主事，不容易，不容易。嗨，您没弄明白啊。我们家六口人，在外头挣钱养家呢是我，买东到西的也是我，唯有这个当家主事啊，那可轮不到我。那是我爸爸。老太爷啊，我们家盐啊，家盐。哦，啊，不够咸呢。是什么呀？家盐呢就是我爸爸。哦，他那个牙口还好啊。好，还能嚼得动火车头。对，他你爸爸吃铁道，拉屎拉纤丝，放屁往出崩洋钉子。那吃点软和的。哦，吃点鼻涕粘痰的。那多脏啊。什么还能吃点豆芽啊，豆瓣的。哦，一顿能吃半拉毛豆。好，那成蛐蛐了，吃的多。哦，能吃二亩地。野兔子。嗨，反正啊，牙口不错就是了。哦，要说您家里的六百多口人，干嘛我们家造反呢？您一个人在外头东跑西颠，风吹日晒，回到家里头还得当着一家之长，可真不容易。嗨呀，都我说了半天了，您没听明白，我们家呀，六口人
在外头呢，东跑西颠的是我，风吹日晒的也是我。我们家这一家之长啊，可不是我。那是谁呀？是我。哦，你还以为我说爸爸呢？哎，你怎么跟我们这头一口扎上了？头口肥呀，这二口也不瘦啊。二一口子。二一口。是谁？我母亲。哦，母鸡呀、啊，下蛋了没有？啊、给我俩。嗨、哎，老娘。老羊啊，黑的白的。嗨、哎，是生儿之母，养儿之娘，这不能开玩笑。那酸了那一口呢？酸了，这加醋了，还、哎、第三口。谁？我们家兄。哟啊。你们家闹凶杀案了，又有自杀的，干什么呀？你不是说你们家凶吗？嗨、啊，家凶啊，就是家哥。哦，家哥那比楼哥飞得高，那拿枪打下来。那打你吗？打谁呀？这还我们俩人是一母所生，一母所养。不过呢，他比我早来两天，我比他后到两天。哦，我明白了啊，你们俩是一母所生，一母所养。对，他比你早来两天，你比他后到两天，对不对？对了，嗨，你混蛋呢？啊？你不会坐飞机来吗？嗨、哎，像话吗？死了那一口呢？这死了还问什么呢？这第四口，嫂子，饺子，啊、羊肉白菜的，我有30就够了。恶格呀、哎！他有那么句话吗？老嫂比母，小叔子是儿，是我嫂子。哦，闹了半天，你是你嫂子的儿子呀？你是你嫂子的孙子。五了那一口呢？看第五口。就是我哦，小舅子是你，老丈人是你，爷俩没法再看电影去。这去你的吧！那溜达着那一口呢？第六口啊，第六口。哎，这小子他拿我们家人全开了心了。在这，我跟他拽拽文文。哎，这第六口是吧？嗯，不是外人哦，你们家还有外国人呢？不，没外国人，是贱内。你贱内，我贱外，谁跑上房啊？听差的呀。是壁房下哦，窗户台儿，哎，屋里那口子哦，水缸，水缸旁边的锅台，锅台上头的锅上头的哦，锅盖，嗨，锅旁边的哦，铲子，嗨，围着锅台转出气入气儿，给我生儿养女的那个哦，老母狗，喂狗的。狗食盆子，刷狗食盆子的推出，哎呀，给我做菜做饭的厨子，给我端茶倒水的老妈子，给我缝缝连连的裁缝，哎，给我缝连补站的皮匠，嗨，我们家要那么些手艺人干什么呀？热闹啊！嗨，哎，里头屋那个炕，哎，炕上头的那个炕席，哎，炕席上头的毛毯，毛毯上的。英国毯，英国毯上的；美国毯，美国毯上的；法国毯，法国毯上的；俄国毯，俄国毯上的；军毯，我们家卖毯子呀。哎，毯子上头褥子，哎，褥子上头被窝，过了，嗯，哪去了？哎呦，叫啥？嗨，是什么呀？啊，嗨，叫谁呀？我是说呀，这个褥子上头，被窝下头，白白净净一摸。软软和和的哦，褥子上头被窝下头，白白净净一摸，软软棉花有红丝白的臭虫，欢蹦乱跳的个子，半夜里他在我耳朵边嘀嘀咕咕不让我睡觉的哦，蚊子得这宿我甭睡了。嗨，我们俩头顶头的枕头，脚碰脚的山墙，半夜里我跟他脸对脸儿了哦，半夜里你们脸对脸儿，哎哎，镜子，我半夜没事照镜子干什么呀？嗨，我跟您这么说吧，我们俩耳鬓厮磨，还时常嘴对嘴哦，嘴对嘴儿，哎，夜壶，这多脏啊！那这第六口是？是我媳妇儿，嗨，是你媳妇儿？不说是你媳妇儿，你绕什么脖子呀？嗨呀，哎呀，那好好好。哎，对了，整个的，您家里头几口人？我呀，我们家人口多，数不过来啊，数不过来。嗯，不，那怎么会呢？哎，不也跟我们那儿一样吗？六口人。嗯啊，要不你算算呢？那好，我算算，第一口你爸爸。哎啊，不对啊，我们家是正户，不用偏户。哦，那是你爹啊。哎，对，哎，你可数清楚了我？你放心，错不了。第一口是你爹，哎，对，第二口是你娘，不对，啊，哎不，不对，哎，头一口不是你爹吗？啊，那第二口一定是你娘了，差多了，差多了，
可那怎么能够呢？多了，有我姥姥的女婿，我大爷的兄弟，我姑妈的哥哥，我嫂子的公公，我姨父的连家，我妹夫的丈人，我外甥的外公，我表弟的大爷，我丈人的亲家，我舅舅的姐夫。哎，喂，行了，说了半天了，就是你爸爸。哎啊，没告诉你吗？我们家用的是正呼，不是偏呼。啊，是你爹啊？哎，对。他，那你干嘛这么绕脖子呢？这么说是热闹。那就没听说过。哎。哎，这要照这么算，那是数不过来了。那这干脆甭算了。你们家跟我们家一样，六口人。哎，这我还不知道吗？哦，哎、对，我的啊，七口人。哎，怎么会七口人呢？你们家你爹，你娘，你哥哥嫂子，你媳妇加你，这不是六口吗？啊，说了半天呢，你还没算我儿子呢。这，我。哎，我算了你儿子了。哎，你是先算我儿子的，是后算我儿子的？我呀，我先算你儿子的。我是后算你儿子。哎，你根本没算我儿子。我早就算了你儿子了。是啊，你不算我儿子，我们家是六口。你算了我儿子，咱们家不是七口了吗？我呀，去你！